2块钱，再等。
或者個故事可以俾到我哋答案嘅，
有個後生仔啦，叫咩叫王慧，出身基層，出世嚟到香港，喺香港讀完高中之後就唔再升學啦。問佢阿爸攞咗100,000上咗廣東順德創業速遞公司，靠住廣州豐富嘅土地資源做咗貨倉，擴展業務，最終睇準機會，藉住大陸淘寶網購潮流嘅勢，生意越滾越大。最新嘅調查，呢間公司市值已經超過1,800億。今年46歲嘅王慧，身家已經超過李嘉誠，成為咗香港嘅首富。呢間公司之前係順豐速遞咯。大家試想像一下，如果王慧當年冇翻大灣區，要留喺香港發展嘅話，速遞生意邊度揾地方做貨倉啊？邊度可以立即承接到內地嘅市場走勢，咁投啖湯啊？咁咪即係話，起碼對於王慧嚟講，正方嘅立場、正方嘅論點都係唔成立嘅咧。當然首富得一個，唔一定人人發達。之但係正方忽視嘅係5個字：時勢造英雄。大灣區嘅時勢係乜嘢呢？目前絕大部分嘅大灣區城市都屬於廣東省，而廣東省嘅全年平均生產總值已經連續29年排中國第一，甚至如果廣東省係個國家嘅話，佢嘅世界排名係13，只係喺俄羅斯一個下邊啫。大灣區嘅時勢同推動香港青年向上流動有咩關係呢？咁就要睇下向上流動係咩意思啦。遺憾嘅係有方頭先嘅解説係唔完美啊。佢哋話向上流動就係要睇薪金嘅起薪點究竟有冇同佢咧要再比較。但係我哋明白薪金嘅起薪點並唔係一個向上流動嘅指標，只有薪金喺未來嘅升幅先至係一個指標。而熟悉香港發展歷史嘅人知道啊，香港青年要向上流動，從來都係靠4個途徑啫：創業、打工、投資或讀大學。換言之，今日辯題成立與否嘅標準係在於大灣區嘅時勢，究竟係咪可以打通以上4條向上嘅道路？正方今日證明4條路全部都唔通，相反，只要個大灣區發展可以幫到香港青年打通4條路之一嘅話，辯題都唔應該成立。咁我哋睇下，再睇下呢4條路啦。如果要創業，香港嘅成本唔可以下降，競爭大，資源少，一個字打。升職加人工，地方你有講過啦，人口老化咁嚴重，退休年齡越嚟越高，高層賴死唔走，市場成熟咗，業務擴張越嚟越細，新職位相應都少啦，一個字打。再講香港人最近投資莫過於物業，但係而家樓價咁貴，人都知啦，後生仔想上車，一個字難。最後入大學諗住可以保送自己前程啦，但係讀完先發覺周街都係大學生，搶手科啊、醫科啊、律師啊啲尖子固然就多人請啦，其他嘅想就業難上加難。但我方認為到大灣區發展可以打破困局，今日講創業，大灣區嘅成本低、市場大、又想法可以有發圍，講升職加薪，大灣區有咁多元化嘅產業，市場年輕，多啲嘅新職位，要升職就難啲啦。講投資就機會處處，樓價就仲喺低位，好多企業嘅股份都有潛質做呢一個商界巨頭。講讀大學，大灣區嘅產業多元，各方人才都可以發揮佢哋自己嘅所長。講到呢一度，辯題無法成立，顯然易見啦。有觀眾有疑慮，可能因為佢哋睇少香港青年，認為喺內地競爭底下，香港青年會第一個被淘汰。但我哋唔係咁認為噶。所以，如果今日有方要堅持己見嘅話，希望有方可以證明點解頭先所講嘅4條路，一條路都唔通。多謝各位。
我哋有菠蘿依然係答唔出嘅，好明顯有菠蘿咧，由頭到尾咧，唔知係一個字。有菠蘿成份煮面，我都係透糊。咁你有菠蘿從來都唔知道有幾多違反香港人才政策。咁究竟香港人才有咩凌駕於香中國大陸已經發展咗咁多年嘅財富咧？法改委文件係指出，呢個大灣區發展係國家方針，而習近平係責成咗部門去製造呢啲措施去幫助香港人。係啊，菠蘿都識講，中國好勁啊！中國好勁，所以香港就鬥贏佢哋有菠蘿。中國好勁，但係香港人都有自己嘅獨特優勢。佢哋係法改委係只係要呢個國際化、專業化、社會化嘅人才去上去大灣區發展，而香港人咧就要正係有啲有呢啲優勢。即係可能我覺得咧，香港人咧喺大灣區咧，淨係可以做到呢方面啦，係咪咧？唔係，佢哋係大灣區係多元化嘅產業，係有好多嘅方向。正當公平時間，結束情商方停止發言。而家將會輪到范方公辯，范方請自由派出委辯員。范方會派出主辯。而家有請你自由選擇正方委辯員方向。而家有請正方。好，范方公辯可以開始你有兩分鐘嘅時間。我頭先講過咧，有四條向上流動嘅途徑啦，即係條條大路都通羅馬㗎。嗱，咁我而家講下創業啊。咁唔知你有冇聽過有一間大陸好紅嘅手作茶鋪叫Tea茶？係啦，咁你知唔知究竟佢買一杯茶要排幾耐咧？要排成個幾兩個鐘嘅。個幾兩個鐘唔好夠喎，起碼都要四個鐘。知唔知如果喺深圳人流旺嘅萬象城，一間嘅喜茶園租要幾錢人民幣咧？5萬。太少啦，有方向係27萬港幣，大約1,500尺。咁你又知唔知原來喺荃灣村區嘅老番喜茶、恭喜茶，月租同埋鋪租嘅面積又係幾多咧？唔緊要，你知唔緊要？恭喜茶鋪位係15,600尺，即係如果喺香港荃灣個村區開鋪，尺租都比深圳黃金地段貴40%。一句到尾就係租金貴，生意仲難做。如果靠創業向上流動，你係老闆官專，你係喜茶老闆，你會揀喺香港創業定係喺深圳創業啊？但問題而家醫療辯題講緊嘅向上流動，並唔係喺邊度創業啊嘛？根據你嘅講法，要積累成績、積累財富先可以向上流動。唔做生意積累財富，咁又係呢條路係弱。但去大灣區係容易啲可以積累財富嘅話，咁你嘅講法咪通咯？咁有方嘅，今日係咪已經唔係淨係喺呢條辯題咧？你哋話薪金積累就係，如果可以積累到自己嘅財富，就可以向上流動。而家我創業啊，我可以低成本營運自己嘅生意，點解唔可以向上流動？就因為現時。即係依一個大灣區嘅配套，其實就係以一個創科為一個主要嘅發展嘅一個行業，就唔係啱啱有方同學你所講。好啊，有方同學，你眼中只有嘅就係創科，但係你忽視咗喺大灣區仲有好多元嘅產業發展機會啊！你有冇考慮過一啲服務嘅人才、專業資格、模型呢啲人才都係大陸需要我哋香港嘅？正正，南方公平時間結束，請坐。而家公平環節正式結束。而家輪到正方第一副辯，有冇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除非我槍腳先同意。朱振明判罪各位打好嘅方學，今日同我方講創業，大家今日講緊咧創業係咩啊？如果年輕人佢本身自己有能力創業嘅時候，佢哋根本已經唔係一個需要，佢本身已經有一定嘅社會地位，佢根本唔係一個有困難向上流動嘅年輕人啦。講緊你今日有能夠能力創業嘅時候，你今日本身已經有一定嘅本錢。但今日我哋講緊年輕人咩啊？就係講佢連本錢都冇啊嘛。所以講緊今日咧，去到尾嘅方學咧，即係覺得啊，原來大灣區咧提供咗多元嘅產業，有多咗就業機會咧，就等於能夠令到年輕人能夠向上流動啦。咁我就話來內心，今日啊香港啊，你話服務業嗰啲，咁今日開多幾間百佳惠康，開多幾間麥當勞啦，咁你今日工作機會都依然多咗嘅時候，係咪年輕人嘅向上流動困局就得以解決咗咧？嗱，其實我哋見到而家香港唔係冇機會，講緊原來整體嘅就業不足率咧，只係1.1%，失業率講緊係2.9%，跌到講緊20年嚟嘅新低嘅時候，香港同樣地都有呢啲工種㗎，咁啊，咁啊點解我要翻大陸做咧？如果我就係見到香港嘅情況底下，年輕人就算逐從事呢啲工作，佢嘅薪金都追唔上通脹，都向上流動到累積唔到財富嘛。
所以今日我哋審視辯題，原唔係要睇下一啲就職位嘅工多與少，係要睇呢啲就職位有咗出嚟之後，能夠令到幾多嘅年輕人能夠受惠，而且係幫到幾多嘛？我哋今日而見到正正大灣區就係一個高不成低不就嘅情況。今日點解講緊高不成呢？就係講緊大灣區今日講緊主流嘅產業咧，係講緊要做創科。創科需要係咩呢？需要係講緊一啲高學歷、高專業技能嘅專才。嗱，我哋睇下，但係香港嘅年輕人喺呢一方面夠唔夠內地嘅人競爭呢？嗱，我哋睇下整體人數方面啦。原來講緊今日香港喺創科嘅整體就業率咧，只係得0.9%。講緊每1000個就業人口入邊咧，香港只係得6.9人去做。反觀廣東省啊，講緊有8.25人，你整體人數都已經唔夠爭啦。好啦，喺學歷方面啊，講緊咧，原來需要講緊咧創科咧，可能要唔係單單係一個學士學位啊，你要一個可能碩士或者係博士學位嘅時候。但係講緊香港咧，而家年輕人入大學嘅率咧都只係20%。嗱，入邊讀緊創科科目嘅人咧，只係得緊27%嘅時候，今日你能唔能夠更加唔好講咧？你要去讀到碩士、讀博士啦。就算讀碩士、讀博士咧，講緊香港入邊讀緊人都有70%係內地生嘅時候，今日學歷都同樣地唔夠佢哋競爭。嗱，人工方面啊，如果你嘗試用人工來競爭，講緊香港嘅年輕人咧，係期望薪金啱啱出嚟已經要12000，但係咧原來大陸嘅學生咧已經只需要3500蚊人民幣，就算博士生啊，佢哋期望薪金咧都只係需要9000蚊嘅時候，今日我上到大灣區一個內地嘅企業，憑咩覺得香港嘅年輕人係有吸引力咧？嗱，好啦，就算俾你要求佢做到個創科嘅企業，竟入邊又人工又追唔追上通脹咧？嗱，一方今日就同我正面論證呢一啲數據啦，多謝各位。減少了晉升的機會，但
以騰訊為例，平時咧佢哋嘅普通員工月入大概8220蚊，但到年尾出薪率仲有36個月嘅花紅，一年嘅薪酬比香港多1倍幾啊！就算公司待遇唔理想，打工仔都可以跳槽去其他公司，唔使擔心待遇有問題。由此可見，就算香港青年唔想創業、唔識投資，但係大灣區嘅急速經濟增長都可以為香港青年提供好多機遇。多謝大家。你哋怕香港青年冇競爭嘅能力，
嚟嘅，用大灣區嘅金錢就冇辦法可以買得起香港嘅樓。意思就係又係咪咁咧？你哋因為驚，你哋係咁去為你哋嘅成個論述作包裝啦，就從來冇論證過點解佢哋大灣區淨係可以喺創科咧？明明根據呢個北華威同埋港大嘅研究，呢個大灣區裏面三大產業，第一係創科，第二係金融，第三係服務，你就淨係喺創科冇論證過點解？再嚟又冇論證過點解我哋嘅流動資金就要係睇香港嘅樓咧？點解我哋嘅眼光唔可以放長遠一啲，再寬大一啲去買大陸嘅樓又得唔得咧？你哋又話黃惠嘅例子唔合理喎，但事實上黃惠係新移民嚟嘅，佢嗰10萬蚊都係靠佢自己揾嘅。你哋又有冇睇到啊？我方一盤同你哋講話啊，其實透過大陸嘅呢個花紅制度，可能佢哋嘅成個收入隨時高過香港人，趕超通脹。你哋更加係從來冇回應過。而再講翻你哋其實係驚緊啲乜嘢啊？你哋驚話其實大灣區唔需要香港人，咁事實其實唔係咁樣嘅喎。咁你講就錯啦。首先我哋頭先講過啦，大江暢生嘅汪峯。佢創科最需要嘅係香港人才，而嗰啲香港人才講嘅都係大學讀緊頭四年嘅嗰啲同學啊，甚至係師弟妹嚟嘅啫。如今我哋市值100億嘅生意係有香港科大青年嘅成果喺裏面㗎。而講緊我哋香港青年自己血液裏面嘅誠實啦，我哋嘅廉潔啦，對知識產權嘅重視等等，更加係不論學歷可以話係香港人自身嘅優勢嚟㗎。所以話我哋有國人優勢，有港式嘅優勢，又點解要驚？點解要咁樣去妄自菲薄咧？你仲係驚緊話其實大陸唔需要香港人喎，其中係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你哋驚競爭，但係競爭使乜驚啫？最緊要贏啊嘛！首先我哋頭先都講過啦，我哋有咁多嘅優勢，冇理由會輸。再加上我而家唔係要鬥贏你13億人民啊嘛！如果學校要請老師，係要 match 曬全校嘅所有老師先請得嘅話，咁我而家冇輸到啦。同一個道理啊，有一個市場，有職位，呢份工唔得嘅話，咁你咪揾個第二份咯。喺一個咁多選擇嘅市場上面，競爭又係咪真係咁如狼似虎、咁得人驚咧？再嚟講緊嘅其實就係就業咯。今日有班同學話啊，其實我哋去到嗰邊係冇辦法就業嘅喎，但事實上佢哋冇再論證過㗎。但事實上咧，憑住一個經濟學嘅最基本嘅理解，我都能夠諗到，其實就係話香港自己經濟增長係4%，而深圳近10%。咁經濟學嘅常識就話俾你聽，經濟增長越大，市場越大，就業機會越高，越有機會揾到工，越有機會上流。咁我想問下，明眼人都知道打工之路係冇可能唔通㗎。咁莫非我頭先講嘅經濟增長係錯嘅，又或者經濟學嘅常識係錯嘅？咁嗱，全部都唔合理喎。嗱，因此今日嘅辯題咧係必須要直立不倒。
解我哋係要做創科咧？其次咧，就算係你要去出去揾工啊，都如果我哋喺香港嘅中位數係每年17,000啦，咁我今年17,000，下年17,000，再大後年都係17,000。但相反，你喺台灣都係可能你今年17,000，下年10,000，下年12,000咧，呢個唔係更加應該要去睇嘅。我方就見到今日，就算你上到去大灣區做創科，講緊你嘅日息都係講緊同17,000同香港普通嘅大學生出到嚟嘅日息中位數相若啦。今日講緊你嘅薪幅都只不過係咁少嘅時候，講緊扣除通脹仲要下跌緊9.2%嘅時候，相反你物價講緊上升成42%，樓價都上升到6%嘅時候，你點樣追得上中國？點樣喺香港生活啊？創科講嘅金融服務呢啲，香港本身都有啦。今日喺個金融業
前正式結束，而家將會係疫苗準備時間環節，雙方疫苗有一分鐘嘅準備時間，準備時間開始。證明咗啲咩咧？咁就即係證明咗喺香港可以入到嘅行業就只係得我哋
嘅四大支柱，亦都即係證明咗喺香港要突破困局係比喺大灣區更加困難嘅。就咁就請有方同學去證明一下點解去到大灣區並不能夠打破呢個事實啊！多謝。香港做唔到嘅嘢，大灣區都係做唔到嘅。有方同學，好啦，當我喺大灣
又話有咁多字，而且我相信資料對大家嚟講都參詳。本身大灣區呢個概念係一個比較，即係我唔知道你哋之前有冇聽過，大家都係一年兩年。即係大灣區當然都已經存在啦，啲地方全部都，但係都係一啲比較新嘅概念。咁我唔係多謝大家，你哋講嘅一啲資料，我都冇接觸過。即係我睇得出大家無論你哋嘅資料嘅厚度同埋，即係各樣嘅深度，嗰個處理上都係啦，即係都睇到你花咗功夫，呢個要讚到大家先。咁但係喺嗰個處理個辯題上高咧，由於個辯題比較複雜，我都覺得咧會導致到今日呢場比賽係啦，即係會有一啲嘅爭拗嘅地方，會令到有啲地方模糊咗。唔係，我覺得呢條辯題，你而家再睇翻嚟，你個現象其實亦都大灣區發展不能解決香港青年向上流動嘅困局。事實上咧，個大灣區正如主辯，即係大家開辯時候都有提到，大灣區本身就係一個9+2嘅概念啊，即係永遠你會提到。大灣區入邊本身就包咗香港，即係最緊要嘅地方就係究竟一個香港青年如果係繼續留喺香港發展，係咪就代表佢冇到到大灣區發展咧？其實又唔係嘅喎。但係你發覺咧，最終全場比賽咧，大家都會有一種假設，就會講就係、其實香港嘅青年咧到大灣區發展，即係要翻大陸做嘢咁。即係事實上，你諗清楚，所以嗰個所謂嘅大灣區概念，其實係個咩概念？究竟我今日嘅辯題唔係講到大灣區啦，究竟我哋咪只係講緊話，究竟而家翻大陸，即係啦，用我哋通俗啲嚟講就係翻大陸做嘢係咪解決到香港政治上嘅困難？好似冇分別喎，到最終。咁呢個我就會係啦，我就會覺得最終點解有啲時候好似正方同反方大家未必對應到，就係其實大家點樣對嗰個大灣區嘅理解？呢個係一個幾有趣嘅地方，即係我意思係，咁究竟係咪講緊要翻大陸做嘢先至係啦，先至嗰個出路嘅問題？不過我覺得更核心嘅反而會令到大家即係我純粹由個思考入邊，因為今次辯論比賽你哋嘅係一個好創新嘅一個規，即係一個嘅賽規啦。你見到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分數叫做主線嘅設計，都會佔喺你哋嘅整，即係以往嘅合作分就唔得合作分嘅。咁我睇得出比賽設計嘅係重要，就係其實喺個合作上都要仔細啲嘅。大家點樣設計個主線？即係既然係咁咧，我相信點樣去諗嗰個辯題思考嘅時候，可能嗰個深度咧就同你哋參加其他比賽有啲唔同，就要諗得多啲。所以我都想同大家一齊諗得多啲，就係我覺得有一個位，大家今日就算兩邊大家都未把握得好嘅，反而係咩咧？唔係到大灣區發展，你到大灣區都認識啦。你哋自己喺香港青年，你都大家都深有感受。不過我覺得唔係好睇得出嘅就係、咁今時今日，我聽完大家講之後，香港青年冇辦法向上流動個困局，嗰、個困局係講啲乜嘢？即係其實你哋有 play 到呢一點嘅，無論正方都會提到，係咪我有功翻就代表我向上流動到？嗱，你都產生咗一部都有啲嘅，我再引申多一部添，係咪有青年向上流動到就代表解決咗一個困局？即究竟今時今日我哋所謂香港青年流動向上出現咗一個困局，係一個點樣嘅困局？咁我就發覺呢個部分咧，大家冇乜好有一個，即其實呢個困局嘅環境係一個我哋會認為係一個社會問題。即究竟喺呢一種嘅社會問題上高，即我會期望大家就去分析今時今日香港青年冇辦法用翻正方頭先都有提到一樣嘢，即譬如話社經地位嘅提升。又或者同學你都提到嘅，你哋用四個向度嘅係嘛？創業、揾工同埋投資，仲有一個係讀大學係嘛？即四個向度。好啦，究竟呢四個向度同我哋青年要向到上嗰樣嘢嘅關係係啲乜嘢？嗱，點解咁樣講個問題咧？就係、譬如舉個例，如果我哋覺得而家青年向唔到上，我而家提出先，我冇好直接收集咁多資料，我點解？而家青年向上唔到嘅問題咧，我覺得個困局就係在於政治嘅困局嚟嘅。因為咩意思呢？而家基本上政治就係成個政府好封閉，即係咧大家冇辦法咧坐到喺個政府嘅最高嘅階層，冇辦法參與到一啲政府嘅施政同決策。咁嗰種如果你判你透過啲社會嘅結構嘅分析，你發現最終而家香港嘅青年向上唔到嚟到困局，係呢個原因嘅話，基本上。
關你揾到幾多，呢、這個只不過係下低係泥沼嚟啫嘛。你揾到幾多工啊，或者各樣嘢，即係我想帶出一點就唔一定我講嗰個困局啊。但係我意思就係你哋要去要說服，當我去理解個困局解唔解決到嘅時候，你要把握清楚嗰個困局係啲咩。我頭先都諗咗啲類似嘅例子，我試下睇下。我知我講得啲抽象，但係我試下舉一個例子。嗱，我哋唔好用香港先兩上嚟講啲困局啊。我講一啲貼近我哋嚟貼近啲啦。當年咁，我哋發現香港而家啲人就唔係好見到婚揾到伴侶嘅咁。咁我哋就話啦，到大灣區發展不難解決而家咧香港人咧好似見到婚揾到伴侶嘅困局咁。OK， 好啦，咁今日頭先嘅情況啲似咩咧？就係啦，反方咧佢哋會咁啊，我哋揾到好多成功嘅例子，我哋嘅港女港男好有出路嘅，喺大灣區好有市場嘅，所以咧唔緊要噶，你等佢揾咧就會揾到噶啦，即係作為大灣區俾你揾就揾到啦。咁就算係呢啲嘅同學咧，佢就話你知啦，哎呀唔係嘅，其實我話你知而家咧就即係嗰班人我哋得㗎嗰啲頭先你做嗰啲啦。深圳嗰啲好好噶，會識化妝啊，又會識做嗰樣嘢。咁其實原來講到尾，你咁樣講嚟咧，嗱，你翻翻你嘅集中點嚟講，可能政府嘅同學就會好多講香港人點樣唔夠內地嘅投入，係啦，香港嘅人即係個質素就點樣唔夠，反方就不一定同佢做乜睇小我哋自己咧。但係原來最終香港人遲結婚嘅困局。唔係在於係啦，即係大家呢啲嘅外部嘅資質嘅問題，而係基本上大家而家唔係好識得社交，唔係好想去結婚，甚至好享受於單身或者各樣嘢嘅時候。咁你同我比較嚟，邊啲人嘅質素其實嗰、那個即係個意義未必好大。但係今日呢個辯題，我自己嘅觀察係咩咧？其實有啲同學你哋都有提到。其實香港青年流動不向上嘅問題唔係一個香，即係我自己個人觀感上，呢個唔係一個香港獨有嘅問題。基本上全世界嘅青年都出現青年流動不能向上嘅呢種困局。究竟出現嘅成因係乜嘢？我就話點你要探討多一啲嘅成因係乜嘢，你先會知道到大灣區發展係咪解決到嗰個問題嘅出路嚟。咁所以其實係啦，另一個位都有啲關係嘅，就係政方即係雖然都會成功啦，即係佢會用一啲嘅例子睇得出香港而家即係啦，揾到個工作唔代表流動向上咁樣。但我懷疑佢個主線上危險嘅地方就係喺我都見你哋一開面嘅時候收得好窄，就想講創科嗰部分。但係事實上咁樣去開係咪安全咧？呢、這、一個我有疑問喺裏面。咁但係反轉反方，雖然你都嘗試去話，你做乜收得咁窄？我哋個金融有服務係嘛？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哋要再喺個主線上調一留得好啲，有個發展長度，就係唔好淨係舉一啲單人嘅例子，其實要講下俾人聽，究竟個香港嘅金融人才係啦，你見唔見金融服務香港強咯？你點帶去大灣區嘅時候，究竟點解會係啦？即係會有發揮到啲長處？呢、這個部分都有展開多啲。最終係啦，即係我兩個從之講，一就係我覺得個困局探討到，如果你哋能夠探討得深入啲，你會容易啲知道究竟去大灣區發展係咪解決到個困局。第二，即使就翻你今日個主線嚟講，我都覺得兩方面係啦，即係都有一個危險嘅地方，即係會導致到你個位置未必夠穩。咁我哋大致就係咁樣講啦，多謝你哋。
令到佢有可以大部分地有效累積財富，而且提高佢嘅社經地位啦，正唔正確先？係啦，咁好，我寫咗啦，我都係咁樣寫啦，同你真係講得好快啦。咁但係咧，我寫完之後，到底呢個係咩意思咧？到底社經地位係包含啲乜嘢嘅咧？係咪我有錢代表我社經地位好高啊？定係我社經地位要包含咧？可能係我嘅職位啊，或者我身處嘅行業啊，或者係我住嘅地方，或者係我為嘅品德啊，即係人哋尊唔尊重我，定係當我冇街老鼠咁樣鬧啊？咁咧，我又聽唔到你哋所講嘅社經地位係咩啦？雖然你哋喺之後已經好少提及呢個字，直到年年啦。咁咧，對於反方嚟講咧，你哋就講你自己做創業打工就先唔大學。咁但係咧，你哋就話只要是但打工到一條路咧，呢條命題都唔應該去成立嘅。咁但係我就想問啊，呢四條路喺香港都做得到嘅，咁為何喺香港就解決唔到，一定要去到大灣區先解決到？即係你話只要我喺度做到呢樣嘢就可以解決喎，但係喺香港都做到喎。咁到底喺香港做到同喺大灣區做到嘅分別係咩？甚或其實係一樣嘅咧？因為我喺好多大灣區嚟啊嘛，係咯。咁係咪我喺香港讀到大學，我就可以解決上述嘅困局咧？喺香港籌到啲，即係我今日攞3500蚊去中文行，咁我想是但買一手股票，好嘢買到啦。咁樣就係投資到咧。我喺呢度去到我做咗個兼職20分鐘，係咪就叫打工？我喺香港，我依家開個 IG 課，我今日我買班咁樣，又係咪叫創造業咧？到底喺香港做，喺大灣區做，或者係呢四條路同埋向上流動嘅關係喺邊度咧？如果你哋兩邊都係諗住用你哋嘅衡量基準作為理論證明嘅基礎嘅話咧，你就需要更加多嘅分文去解釋你個衡量基準點解咁生啦，而唔係點解即係而唔係太多背景，即係香港人生活幾辛苦啊，或者大灣區發展機會有幾大啊，就唔係啦。因為如果係咁嘅話，我上網睇新聞都 OK 啦，我可以有自己嘅想法啦。咁我需要你嘅論證咧，係咪？咁你咧跟住嘅進程咧就係去到第二個問題咧，就叫咩叫發展啊？即係到大灣區發展係我喺大灣區做嘢啊？即係我搭足嗰度，然後揾到一份工，開始工作就叫做發展啦。定話係我要喺大灣區達到某一個一定嘅成就，或者某一個發展即係進步嘅幅度，譬如我嘅人工10000蚊升到20000蚊，升到30000蚊就叫發展咗啊？定係我喺大灣區本身係一個小民，慢慢做下做下做到經理，做下做下再做到老闆，咁樣叫做發展咧？定或者係我喺嗰度買到1層樓2層3層4層就叫做發展咗咧？覺得你哋對於發展嘅定義係咩？你哋覺得？即我睇嚟，我唔好問你大灣區咁複雜啦。你覺得喺學校入面發展咗係咩？你哋覺得係咩？咩叫發展咗？有冇用？唔係就係話讀書一樣，即可能你發展係喺好多方面，即可能你有優秀才俊美，即嗰啲辯論都係啦。即除咗讀書有開到發展，我相信原來讀書最終個 contribution 希望學生有嗰陣去思辨嘅能力，同埋去對話嘅時候有好多分析。咁呢啲其實都係如果你讀完書之後出嚟，你對周邊發生嘅事係有足夠嘅話，其實已經算係你發展咗啦。而家學到好多嘢，最重要就係成績。係，即係你都係直接嘅發展㗎嘛？係啦，咁正如你哋都話啦，對於發展，大家都有你覺得發展都係唔係時候？你要講先啊嘛！即係唔係啊？我係都揾到份工，我覺得你揾唔到，跟住我覺得你揾到，我覺得大家你嘅人工，我覺得你夠高，佢話我覺得夠高係好勁㗎。但係咁樣唔代表發展咁樣，即係發展係一個比較嚟㗎嘛，唔係一個絕對我揾到工同揾唔到工啊，係我揾到份工到底有幾好，或者即使份工個頭銜我冇咁，或者其他機遇係咪更加好咧？或者我升職嘅潛力係咪真係更加大？我升薪嘅潛力係咪真係更加大？或者我人會唔會開心啲？我會唔會諗我喺香港點捱啲咧？可能喺嗰度我比較吃香咯，咁樣都係一個發展嚟嘅。咁我覺得你哋就可以思考下究竟咩係發展啦。咁跟住之後咧，再講下咩叫向上流動啦。因為係咪買到樓就叫向上流動？升職嘅向上流動啦，呢個就可以思考問題啦。咁跟住之後咧，仲有一個問題就係首先啦，講咩高薪同埋咩啦，呢個唔錯啊。咁咧，最後我想講嘅咧。
咗我想講啊，即係你哋覺得即係我假設啦，你哋嘅安排同埋喺香港買唔到樓，生活好困難咁樣先算啦。咁我想請問，解決咗係咪即係譬如話我買到樓，又或者係我養得起老婆仔女，又或者係我唔需要再擔心揾唔到工，失業率係零咁樣咧？到底你哋所講嘅解決嘅指標係咩咧？做到邊一刻先叫解決咗咧？即係達到大部分。大家都揾到工，普遍人都可以係向上流動嗰個嚟講。我哋真係取得咗最好。抽象嘅，即係普遍主流作為主流群體嘅情況，其實佢係喺生活成本嗰方面，即係扣除咗呢一啲生活成本之外，其實佢哋係可以即係有多餘嘅金錢係可以累積到，同埋係佢而家係跑唔贏通脹啊嘛，咁譬如如果解決到嘅時候，就係會唔會大灣區係能夠提供一個通脹機會，俾我去做嘢之後，以至到我嘅收入有所提升，佢譬如跑翻贏個通脹，我負經濟負擔就冇咁大啊，或者係我係做到一啲以前個入息做唔到嘢，譬如買到樓，或者我能夠譬如係咯，有一定嘅一啲較高嘅職位咁樣咯。但係如果整體普遍水平上升嘅話，咁咪即係邊只向上流動應該有變化？如果係全體一齊向上流動嘅話，通脹有變化嘅，因為整體生活就中開始都會落經濟學係通脹嘅實質通脹調整啦，係高數本身就係冇辦法。唔係 ，OK， 我唔係問跳人。我哋覺得書幾差都好，其實我哋啲思考而
咗我們的英文水平啊，普遍都是比佢哋高。即係我唔係話佢哋初來雖然唔係好識英文，但係我哋香港啦，即係可能仲有一個比較國際化，到時我哋始終用咗啲語言嘅途徑比較多。我哋英文水平係好啲嘅啦。咁其次第二就係香港就係一個比較自由嘅地方啦，即係無論政治上啊、接觸到嘅資訊啊、諸如此類，或者我哋選擇都係一個比較自由嘅地方。咁我哋嘅思考方式，我哋都會傾向啲即係比較自由嘅思想，即係我哋做一件事嘅時候，我哋會有批判性思考，我哋唔係跟佢章程做，嘅章程話點做，我哋可能會諗點解佢章程係咁樣，點解即係香港嘅學生翻學嘅時候可能有好多 project， 好多嘢同交流，可能好多網都 post 出嚟同交流，或者係我哋有好多點點點做嘅嘢去做嘅時候，其實我哋嘅思考即係好似你所講，其實我哋呢度嘅發展，我哋 intellectual 嘅發展，可能知識上即係個學位成事同時我哋，但我哋做嘢，我哋管理別人嘅方式。可能我們會給我們的下屬更多的自由度，自由度啦，我們給更多的 project 我們一起做啦，讓你合作，這些都是我覺得我們香港的小城特別在這個環境之下最大的優點和特色，就是可能因為我相信大陸青年都很甜，他們都很有知識，但可能我們給他們優勝的地方是這樣，而可能正哀說的是我們給大陸青年沒有這麼優勝的地方是什麼，就是除了學位之外，我們沒有他們那麼肯善禮，我們沒有他們那麼肯離開自己的家去第二個地方為自己的事業發展，我們香港青年是沒有這些決心，我們覺得我們舒服在香港買到樓就夠了，但是他們會覺得我除了我自己之外，我要賺錢回家，我要養屋企，我要家買大屋，我要買大廚，我要做到這間公司的高層，我要有自己個人的目標，即是我香港青年，但是他們可以為求達到這些目的，給我們蝕更多的利益，他們會覺得我頭兩年收兩三千元沒所謂，只要我一在深圳能滿足，我已經是一個成功人士。所以我覺得兩邊的，即到底我們爭不爭得贏，我們的比較是可以有更多的思考。最後就是大家提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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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石，但是第一覺得太快，我真的想清楚。第二，你講完個石出來之後，你要有 interpretation， 即是你可以說香港失業率就是 3.9%， 那你就是我去想 3.9%高定唔高，定係大陸高啲定係大陸低啲？如果去咗大陸之後，會唔會低啲？即係你個數據，你想點樣用？你要點樣 interpret 要話俾我聽？就唔係話我俾一個例子俾你聽，得你明嘅啦，大家心照啦咁。咁啊，但係唔 work 嘅，講埋出嚟，你個數據先至明白。係啊，對唔住，我真係好長期，但係大家今日做得非常之好，多謝大家聽我。如果這個是一個成因的話，其實最終呢
只不過係有啲老路去到另一個地方嗰度嚟，因為咧內地佢都會將，因為內地而家咧都面對人口結構同埋老化嘅問題啊，所以佢先會制定二次退休，內地都會計劃制定二次退休㗎，由一孩變二孩，都係想嘗試舒緩個問題。我意思就話，如果正方嗰個成因亦都一樣啊。除了話人口結構，誒除咗講追工漲之外，仲講係人口資助嘅話咧，其實嗰九個時段佢都有相同或者將來嘅同一個情況咧，或者而家都係咁咧。如果咁樣睇嘅話咧，如果呢個局嘅其中一個重要時間的話，咁去大灣區發展，如果係講嗰廣東省嗰九個市嘅話，會唔會都唔係好能夠真係幫到呢班青年人咧？即係個情況，如果呢個係個成因嘅話，佢哋咁樣解釋啦。咁呢個可能係可以理解啦。按頭先你所講咧，再進一步講，佢話咧呢個可能係一個全世界面對嘅雙重情況。其實可能結論咧會係永遠不能解決嘅。如果最終係咁嘅情況的話，即係話青少年向上流動呢個困擾咧，可能永遠都解決唔到嘅。即係有可能會變成係咩？可以演落去嘅話咧，可能最終會變成係咩局面啊？我覺得呢個係一方面嘅嘢啦。呢方面嘅嘢咧，反方面睇嘅同樣準則咧，就係講到未來薪金嘅升幅啊，即係你嘅主點係講呢樣嘢。其實我好想聽多少少你講向上流動嘅理解。其實我想知多少少咧，如何預測知道佢未來嘅薪金嘅升幅係點咧？加人工咧，一般情況咧就應該每年都加一啲嘅。一般狀態啦，香港係咁啦，一般狀態如果唔係經濟好差嘅話，基本上加嘅。但加人工咧就唔係一個升幅，每年係相同嘅。一升幅係如果一年係咁多百分比嚟嘅。所以話當呢個作為一個行業準則嘅時候咧，其實我想清楚聽清楚一個未來薪金嘅升幅係點樣？因為咧，你講咧講未來嘅機遇啊，似乎講啲人嘅，咁我就想聽多啲嘅人嘅。好啦，最後講多啲人啫，就係咧，其實講無論你對佢積到財富，或者無論未來薪金升幅度咧，其實都會同咧而家生活嘅物價指數咧，佢拉上關係。呢、這個物價指數拉上關係嘅話咧，咁就要諗下，究竟佢大灣區發展咧，我諗一定係要理解到香港嘅物價指數。嗰、那個消費同埋喺大灣嗰個個廣東省嗰個市嘅物價指數消費有咩嘅咁先有啲意義嚟咯。大家真係講錢嘅話，因為佢可能喺嗰九個市住咧都未定㗎，佢個發展可能都會住都得唔到咁，或者佢生活住一幾下都得唔所以嗰個數據本身嚟講咧，咁呢個係需要理解。我先提咗一樣，仲想講一樣，我想講一樣就係、是、因為咧好多時講下呢個創業咧。其實我覺得一啲嘢都要留意嘅就係內地嗰個法規嘅問題咧，會唔會都會影響咗香港青少人去考慮？因為個法律制度係講，無論係講知識產權保障、勞工法嘅保障，係完全好唔同嘅嘢嚟嘅。咁呢兩啲落後，會唔會影響咗佢哋做個嗰啲意義嘅決定咧？嗱，咁呢方面就唔係好多去講啦，通常都係講錢啊咁簡單嘅問題咯。好啦，但係咁多啦，即係差唔多啦。今日比賽結果已經計算完畢，咁而家將會宣布賽果。首先會係